以一身补处成佛，证入常寂光世界，悉宜快乐，不可胜言呐、啊！修行的快乐，非世间一切快乐能比啊！更何况极乐世界受灌顶的快乐。佛一说法，那就是大灌顶。我们听了高兴不高兴啊？我们以后就会这样的呀，接近于佛果啊，接近于极果啊。我们修行叫明空不二，现空不二，最后就证到的法身佛的最高的觉受就是什么？就乐空不二。你在这个人间，在这个娑婆世界，有这样一个尊者，他已经证到了法身佛，他就像阿弥陀佛一模一样啊。他光着身体，他这个时候的身体是红色的。说阿弥陀佛为什么身体是红色的？他放出的光也是红色的，就是大乐之光啊。这个智慧释然，猛烈的智慧火，然后把众生的烦恼就是自然而 然的就消除掉了，就燃烧掉了，燃烦恼心啊，遍射光明。他这种，你这种修行人标准你看不到，我今天给你介绍介绍你都很难得的，一般人听不到的，哪里知道他是说这样显现是什么的。所以这个是他的功德，所有见到的人都会得到无量的加持，消灭无量罪障的。他这样走一趟，就像一个菩萨来普度众生在人间走一趟一样。哎，你要让他把他衣服穿起来，你哪里懂这寺里面深奥微妙的佛法啊？他说你这不是丑不丑的问题啊，你怎么能以这样子来分别一位善知识呢？所以他说你不要以世间的分别心，你要再这样分别，我把裤子都脱了。有时候善知识是很幽默的，你知道吧？他就提醒你不要那样想，你要从佛法上想，佛法上想，从功德上，从上师的功德上去想。我还有一位师父也是这样的，其他是桂林老和尚也是，他夏天冬天都是一件衣服，有时候也是光个膀子，赤的脖，他老人家有时候也是这样，赤个脖，然后每天特别到下午的时候，他每天下午的时候都要大汗淋漓一场。有一次我去拜见他，他就跟我解释这个，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大汗？他说这个就是功夫啊，就是功夫啊。我们汉地也有活佛啊，他就在宁波被称为叫桂林活佛的其塔寺活佛啊。啊，他是讲这个功夫，他也是光着膀子还流汗，修到一个非常纯熟的一个人呢、啊，他可以控制的，这个温度可以控制的。所以米勒日巴尊者他穿了一个袈裟，冬天再来穿个，那只是为了表一个法，好穿个袈裟，所以他不用穿标准的。再冷零下几十度，啊，他都不会冷的，叫释然的这个智慧火燃烧着，就是内证的功夫啊。如果你在这个娑婆世界能修到这个的话，你自然的就知道这段经文它所含摄的十宝庄严土的微妙啊，灌顶的，这真正的灌顶，这是真正的灌顶，阿弥陀佛亲自来给大家灌顶。一切诸天皆集天上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其佛，集诸菩萨声闻之众普散花香。所以在藏地你看那个上师灌顶的时候，大家都撒那个，都供养哈达，哈达就代表天衣，然后就撒花香，这个都是代表就是再现，在人间再现这个。但是这个人间再现这个有点，这个是因为我们人间嘛，凡夫地嘛，我们有时候看别人在做，自己不知道什么意思。那这个描述的在极乐世界那是真实的啊，那个这个他不是说表面的这些，所以这个在极乐世界来说属于十宝庄严土的境界。十宝庄严土，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有方便有余土，有十宝庄严土。成佛了就证入常寂光土，我们快速的可以一生补处成佛的，那最后就通过十宝庄严土的灌顶，
让我们迅速的三脉七轮就能够充满，即这个身就能够变成佛身。所以一身补处成佛，证入常寂光世界。极乐世界殊胜版，所以说下面，哎，希夷快乐，不可胜言呐、啊。这里面用了“胜言”两个字，不可胜言。怎么表扬？怎么夸奖？怎么形容也没有办法去尽其这个境界。所以希夷快乐，不可胜言。那我们听这个经，我们学习这个经，请问当下我们是不是也有点感受到沾一点边呢？现在我们是不是也希夷快乐呀？这种快乐是不是你说什么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能比的呀？不能比呀。修行的快乐非世间一切快乐能比呀。哦，那么声闻缘觉他们证声闻果的时候说，他那种快乐超过世间一切快乐，超过三界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的所有快乐，不及证声闻果的快乐，更何况极乐世界受灌顶的快乐啊，在十报庄严图里面马上就要圆满，这个三脉七轮马上就在灌顶当中慢慢圆满都给你补起来，福报，以佛的福报而为我们的福报，以佛的智慧为我们的智慧，以佛的庄严为我们众生的庄严，让我们圆满就成佛了。这种快乐哪里能形容啊？所以这一段我给你们交代好了，我自己我就放心了。请问众生难度不难度啊？就是你妈好了，你跟她讲法都很难交流的。你给他钱花可以的，给他好衣服穿可以，好吃的都行，你要跟他讲佛法太难了。不要说我们这些凡夫要想教化，哎，要想孝敬自己的爸爸妈妈，要跟他们讲佛法难，就是佛陀来到世界弘扬佛法都是那么难啊。我还是再给你们推荐，你们回去之后啊，你们要向我承诺，回去要好好的看无量寿经大书，回去每人都学好不好？你们这好好学，把这本像那个慧远大师一样，像岛主大师一样，像善导大师一样，像谭论大师一样，像印光大师一样。印光大师40多年闭关看藏经啊，我们就好好的看这本啊。佛与阿难，生彼佛国诸菩萨等所可讲说常宣正法，随顺智慧，无为无失，于其国土所有万物，无我所心，无染浊心，去来尽止，情无所系，随意自在，无所事莫，无彼无我，无尽无送，与诸众生得大慈悲饶益之心，柔软调伏，无愤恨心，一概清净，无厌怠心，等心圣心，身心定心，爱法乐法喜法之心，灭诸烦恼，离恶取心，究竟一切菩萨所行，具足成就无量功德，得生禅定，诸通明慧，游至七绝，修心佛法，肉眼清澈，迷不分了，天眼通达，无量无限，法眼观察，究竟诸道，慧眼见真，能度彼岸，佛眼具足，觉了法性，以无碍智，为人演说，等观三界，空无所有，自求佛法，具诸辩才，除灭众生烦恼之患，从如来生，解法如如，
善知其灭，因生方便，不心事语，乐在正论，修诸善本，自从佛道，知一切法，皆悉寂灭，生生烦恼，二余俱尽，闻甚深法，心不离聚，常能修行，其大悲者，深远微妙，弥不复载，究竟一乘，至于彼岸，截断以往，会由心出，于佛教法，该罗无外，智慧如大海，三昧如山王，慧光明镜，超于日月，清白之法，具足圆满，犹如雪山，照诸功德等一尽故，犹如大地，尽会好恶，无一心故，犹如净水，洗除尘劳，诸垢染故，犹如火王，烧灭一切烦恼心故，犹如大风，行诸世界，无障碍故，犹如虚空，于一切有无所着故，犹如莲花，于诸世间无染污故，犹如大乘，运载群蒙，出生死故，犹如重云，震大法雷，绝未绝故，犹如大雨，雨甘露法，润众生故，犹如金刚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如梵天王，于诸善法最上首故，如泥居类树，普覆一切故，如幽昙波花，稀有难遇故，如金翅鸟，微服外道故，如众游禽，无所藏机故，犹如牛王，无能胜故，犹如象王，善调伏故，犹狮子王，无所畏故，恍若虚空，大慈等故，罪灭即心，不计胜故，专乐求法，心无厌足，常欲广说，志无疲倦，积法鼓，建法床，要慧日，除痴暗，修六合境，常行法师，智勇精进，心不退弱，为是灯明，最胜福田，常为师导，等无增碍，为乐正道，无余心期，拔诸欲刺，以安群生，恭会殊胜，莫不尊敬，灭三垢障，由诸神通，因力缘力，意力愿力，方便之力，常力善力，定力慧力，多闻之力，师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之力，正念止观，诸通明力，如法调伏，诸众生力，如是等力，一切具足，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恭敬供养，无量诸佛，常为诸佛所供称叹，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修空无相，无愿三昧，不生不灭，诸三昧门，远离声闻缘觉之地，阿难，彼诸菩萨成就如是无量功德，我但为汝略言之耳，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着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趣，往生安乐国，横截五恶道，恶道自然毕，身道无穷极，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之所先，何不弃世事，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
受乐无有极。这么多这么多，这个篇幅很长，对不对？这么多这么多功德，身口意功德，戒定慧功德，种种种种种种无量功德，实际上都是从前面那个很短的那段文里出来的。一个法王子升灌顶位，从升到那里，佛的福报加倍，让我们都是阿鼻月智菩萨，然后我们自己再精进，再用这个正报依报种种顺缘，然后再登法王地、法王子地、灌顶地。这个时候就是本，就是所以这个从源流到这个就形成了一股良性循环，然后再以这样子的真上产出来的啊，这个功德力、福德力、愿力，种种庄严放光，自利利他，自利也究竟，利他也究竟，越来越接近究竟圆满啊。所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那个都是从前面那一段来的。我们弟子们求极乐世界，就是为了见阿弥陀佛，见阿弥陀佛就是听阿弥陀佛说法，佛一说法那就是大灌顶。在这之前，我们要多亲近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是窍诀，大势至菩萨是秘密，他是秘密主。我们潜在的能力要有善知识来开发我们的潜在能力，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最缺的就是有人来开发我们潜在能力，最缺的就是有人来把我们表面的这个，虽然是表面，但却是无量劫的习气，没有人指出我们这个表面的无量劫的习气，没有人来开发我们内在的佛的功德，秘密的功德。实际上大势至菩萨是作为秘密主，是不是他秘密，是因为我们众生个个都具有佛的秘密功德，对不对？只有他的威德力无边光炽身，大势至菩萨无边光炽身，他走到哪里都大地震动，三千世界震动，震动干嘛？把我们众生给震醒啊！在这个震动当中，我们的业障消除，我们的内在潜在的功德，牛头旃檀的根芽能够发出来。所以这个经过刚才那一段了，势至金台安五祖，观音甘露洒五顶啊，那个四方风起啊，那个实际上是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啊。所以让我们自然就成就什么呢？成就也是从内在的这个功德，也就成就了惜真怀珠的功德，立身的事业就更加的任运。所以这个后面这么多这么多长，实际上就是解释那个的，说这个都不够多，哎，写再多啊，整个华严经都是讲的释迦佛陀证道的时候的境界，那么那么多那么多，我们看到那么多，那龙树菩萨取来说那个是最小的，最简单的本，这个十万颂是最简单的，那个中本哦，就是说是多少多少，广本哦，那个是微尘，三千世界微尘数啊，那都是什么佛的德，都是佛的德。那请问这个后面这个，那对那些法王子灌顶就要成佛，就要福慧两足的人来说，那这些多是不是这个文字还是很精炼的，还是很短少的呀？再多的文字都没有办法去，这就叫前面那个最后一句话叫希夷快乐不可胜言，这不可胜言后面再补充一下，哎，方便再跟你说说，实际上哎，不可说不可说，说不完，说之不尽啊。所以这也开始我们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众生，我们这些菩萨，我们听了高兴不高兴啊？这是不是在讲我们呢？我们以后就会这样，对不对？那我们以后都要快满满满满满，我们的福慧愿圆满，要快成佛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境界啊！哎，我们以后就会这样的呀，接近于佛果啊，接近于极果啊，福慧灌顶灌到要满的时候，圆满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无量的美妙受用，这就开始接近无量了，知道吧？无量光，无量寿，无量的美妙，无量的欢喜，无量的功德，无量的福报，无量的智慧，讲谁呢？就讲我们的呀。
我们去极乐世界，以这样的无上真上缘，以阿弥陀佛的这威德力，我们就能快速的一生补处，一生成佛，就在这讲这个事情的。阿摩极乐世界好吧，所以我师父啊，你以前跟我说，极乐乐，极乐乐，极乐之乐，无量乐啊，极乐之乐，无量乐啊，极乐的乐说不完的呀。然后我师父又说了，那对比，强烈对比，娑婆苦，娑婆苦，娑婆之苦，谁能数啊？就我们娑婆世界的苦数得完吗？就新闻报纸报得完吗？报不完的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是烦恼种，人人都烦恼充满。很多你看大家做我徒弟，请问听我讲法多还听你们讲法多？听你们讲法多啊，有师父哎，我又走走走走跟我讲了两个小时法，念了一本 家里面的经。都念什么呀？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然世人薄俗，共生不及之事，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自己计，无尊无卑，无贫无富，少长男女，共忧钱财，有无同然，忧失事等，盈盈愁苦，累炼积虑，唯心走使，无有安时，有田悠田，有宅悠宅，牛马六畜，奴婢钱财，衣食食物，复共忧之，从思累积，忧念愁怖，恒为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焚飘劫夺，消散磨灭，幽独松松，无有解食，劫愤心中，不离忧恼，心坚意固，事无纵舍，或作摧碎，身亡命终，弃捐之去，莫谁随者，尊贵豪富，亦有私患，忧惧万端，勤苦若此，皆重寒热，与痛共居，贫穷下劣，困乏常无，无田亦忧，欲有田，无宅亦忧，欲有宅，无牛马六畜，奴婢钱财，衣食食物，亦忧欲有之，事有衣，富少衣，有事少事，私有其等，事欲俱有，便复弥散，如是忧苦，当复求索，不能识得，思想无益，身心俱劳，坐起不安，忧恋相随，勤苦若此，一节重寒热，与痛共居，或时坐之，终身天命，不肯为善，行道尽德，寿终身死，当独远去，有所去向，善恶之道，莫能知者。我们就是这个娑婆世界的居民啊，让你来描写娑婆世界，你能描写到这么完美吗？啊，能讲到这么细吗？佛陀所讲的是不是句句都是真实的呀？是不是？这个最熟悉了，对不对？里面有没有一句说的不对？有没有一个字就诬告我们的？前面描述的极乐世界，你看有情无情啊，那样子的完美，那样子的完美，
然后我们这个世界你看，如果说那个世界那么光明快乐，那这个世界就那么黑暗忧恼，没有智慧的，所以黑暗烦恼充满。所以就是你说有田有田，无田也有，有也有，无也有，想房子想了一间房子，觉得还缺一间房子，还要第二间房子，对不对？有房子的人你看房子很多的，一套两套三套四套，你问他够了吗？不够，我觉得还要有一套。北京有一套，觉得海南还得有一套，海南有一套，那个泰国这个那么海边也应当有一套，泰国有了，美国纽约没套不行，美国有了，澳大利亚得都有一套，澳大利亚有了，新西兰那么好得有一套。哎，新西兰有了还想开发到月球上去呢。哎，还觉得南极北极没去过，豪华游轮坐一顿，上次去坐豪华龙游轮也是半路打起来了，结果大家都锁着门不敢出来啊。后来下一站警察上来很多，把打架的那一家人都拉下去了。大家本来出来游玩的，结果哇，冤家债主降临了。所以有也忧，无也忧，是不是啊？啊，所以这个有点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工作报告一样的，对不对？哎，但是我们请问你看我们娑婆世界的有这样的吗？有这样认识到吗？我们虽然生在这个世界，我们有的时候人群里的有一些有智慧的考虑问题深远的人也会觉得忧心忡忡，确确实实觉得好像不对。哪里觉得不对？黑客帝国里面的那个尼欧一样的，这个角色是个世界不对。如果觉得不对，这个人就开始有救了呀。五浊恶世的因是我们每个人种下的，如果没有这个因，我们是不会兑现这个果，这个果报的。所以看到外在的境界的时候，当回光返照，惭愧忏悔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佛陀是我们最完美的，就是标准啊，修行的标准。今世恨意，微香增记，后世转聚，至诚大愿。这一世的亲人下世有时候都会变成仇家，有时候我下世不能，我恨得牙痒痒。你神通的一关，实际上前世就是亲人。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我今与汝世间之事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生老病死，愚痴梦中所发生，常乐我净，般若智心本常净。我们也以此作为对佛陀本师释迦佛陀的供养，对大智文殊菩萨的供养，对普贤菩萨的供养，对西方接引导师阿弥陀佛的供养。生命电视邀您一起传播佛法，慈悲运行，
让佛陀教法远播全球。护持话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